全力充实你的生命，像明天是与你一同追求真理，充实你的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斯里兰卡同愿同行。在战乱中恐惧交加30多年的吉里诺奇村，位于斯里兰卡北部，多年烽火造成8万多人死亡。师父特别在此举办一场慈悲施食法会，为往生孤魂回向超度，远离恐怖，得生净土。愿主有情离苦及苦因，愿有情不离无苦之乐，愿有情离亲疏惜平衡。先请他们上供，特别这边是打仗的地方，死了8万多人，为了这个30几年的战争，这位将军代表，将正好最好，供养诸佛超度往生者，来，自身刹那成观音，身形广大。